这是1949年苏联拍摄的一部二战史诗题材电影。这部影片全长近三个小时，二战结束四年后，这部电影就被搬上了大荧幕，为拍摄出战争场面的宏大，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漫山遍野军队冲锋的镜头，就动用了10000多名士兵，影片中的武器绝对都是真家伙，在二战刚刚结束不久，遗留下来的武器，绝对能够满足影片的拍摄，影片动用了100多辆坦克，100多架飞机，还出动了橡皮船、装甲汽艇，斯大林格勒还开辟出专门的地方供电影拍摄，在前线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崔可夫，还有被俘的德军将领保罗斯，都为电影的史实提供了背景介绍，尤其是保罗斯对德军司令部里的决策幕后都给了很大的真实信息的注意。今天的历史书上公正地记载了朱可夫将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因此片主要是突出领导人斯大林的伟大。在影片中，朱可夫的名字只字未提，因为战后朱可夫功高盖主，所以被斯大林调任至边区，这也是影片的一大遗憾。好了，话不多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部1949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德战争爆发后，1942年5月12日，哈尔科夫战役中，由于斯大林的判断失误，敌人以坦克部队向前猛攻，他们冲破了铁木辛哥指挥的西南战线，这次战役苏军损失惨重，阵亡被俘达 37.5 万人。这一年，苏德双方基本稳定了下来，但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更大规模的战役，以争夺战略主动权。希特勒将目光投向了斯大林格勒，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同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分析当下的局势，斯大林认为，如果德军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就等于把一切优势都给了敌人，守住它就好像捆住了敌人的双手，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斯大林格勒，从而赢得更多时间，进而消耗德军的兵力。希特勒在会议上明确表明，7月25日一定要占领斯大林格勒，只要拿下斯大林格勒，接下来希特勒的中央集团军群就能直捣莫斯科。1942年7月17日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式打响，德军第六集团军在保卢斯上将的指挥下，在7月23日就突破了苏军62集团军右翼防线。1942年7月29日苏军64集团军被迫退过顿河。1942年8月19日保卢斯第六集团军与霍特的装甲集团军群在8月22日强行渡过了顿河。由于事态严重，早在1942年8月12日的晚上，斯大林与丘吉尔关于是否能在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进行了谈话。英美两国同时表示不可能在1942年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但丘吉尔表示可以在北非实施火炬计划。斯大林何尝不明白他的用意，地中海战线才是关键，才是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生命线，其根本就是抑制苏联，借机抢占势力地盘。鉴于形势严峻，斯大林将华西列夫斯基派到斯大林格勒协助指挥战斗，同时斯大林又任命朱可夫为最高副统帅，但这里只字未提。1942年9月2日德军第四航空队出动飞机几百架，入夜又出动2000架次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狂轰滥炸，苏军高射炮尽可能地向德军飞机炮击，尽可能地减少被轰炸房屋的损失。大本营发来电报，要组织所有有生力量，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德军的进攻，百姓工人都给予分发了武器，动员铁甲车沿着斯大林格勒环城铁路开动。1942年9月3日斯大林命令驻扎在斯大林格勒北部和西北部的军队立即对德军实施反击，以缓解当地紧张局势，但这一主动反击并未达到预期目标。1942年9月12日任命崔可夫为第62集团军司令员，接替认为这个集团军守不住斯大林格勒的洛帕金将军。崔可夫表示，斯大林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为了保卫这座城市不能继续后退，要与敌人背水一战。崔可夫集中所有兵力向德军发起了反冲锋，这使得德军的进攻速度迟缓了下来。希特勒命令保卢斯9月22日必须拿下斯大林格勒，德军不顾重大伤亡，每天从早到晚连续冲击，市区争夺战达到白热化程度，
室内的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的战场。崔可夫指挥部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他为了鼓舞士气，把指挥部设在离前线只有2公里的地方。苏联第62集团军顽强抵抗，在城中的每条街道、每座楼房、每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有的师打的只剩下100多人，一个营只剩下13人。斯大林想尽一切办法抽调近卫十三师支援崔可夫。近卫十三师在师长的带领下，终于到达了敌我双方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车间、水塔、铁路路基，甚至为争夺一堵墙、一个地下室和每一堆瓦砾，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仅在火车站的争夺战中，双方就争夺了13次之多。粮仓争夺战中，双方士兵几乎近在咫尺，甚至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声。一座4层高的公寓建筑物，24名苏军苦苦坚守了58天，阻止了德军的进攻。因其指挥官叫巴甫洛夫，所以后来这座公寓以他的名字而命名。1942年9月28日，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将斯大林格勒战线分成2条战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司令员为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东南两个方面军统称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为叶廖缅科上将。从这一刻起，苏军秘密拟定反攻计划，近卫第一集团军扩建为西南方面军，司令员为瓦图京中将。战役打到10月份，德军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80%的城市，将留守在城内的苏军分割成2个狭小的口袋状。1942年11月，苏德战场的南线110.6万苏军对已被拖在斯大林格勒外围发起了前行攻势，被拖了几个月之久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及其辅助的第四装甲军主力陷入了苏军的大包围圈。苏军秘密制定的天王星行动在1942年11月19日开始实施。苏军出动15500门火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50架飞机，对德军发起了反击。各个战线都突破了德军的防线。负责防卫德军第六集团军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仅仅在战斗发起一天内就被苏军突破防线。战斗直至11月23日，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卡拉奇会师，德第六集团军的5个军、22个师以及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克罗地亚共约27万人被合围在斯大林格勒，还有第六集团军的5万人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希特勒下令扩建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施坦因元帅任司令，并将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等部队交由他指挥。被包围的保卢斯每天要消耗700吨的补给，然而德军空军每天的上限只能运输300吨的补给。德军渐渐感受到饥饿的威胁，虽然在曼施坦因元帅发起代号为冬季风暴的反攻，第六集团军始终未能突破苏军的防线。保卢斯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每天都有数千名士兵死于饥和营养失调。保卢斯向希特勒报告了目前的处境，但希特勒仍然命令保卢斯死守斯大林格勒。在寒冷的冬季，德军没有过冬的棉衣，许多士兵冻死冻伤，别说发起反击，就连死守防御阵地的力气也没有。1943年1月31日，保卢斯向总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为了元首和祖国，以坚守自己的岗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但是当苏联红军攻入德军设在百货商场内的司令部时，保卢斯选择了投降，其余人员在1943年2月1日至2日都选择了投降。至此，斯大林格勒战役到此结束。该战役也是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
双方伤亡估计约200万人以上，德国第六军团26万人，91000人被围，战后仅5000人活着回到德国。这场战争是残酷的，几乎是一场用鲜血堆积出来的胜利。虽然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果是好的，但它一定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铸造的。由此，苏军在战争中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斯大林格勒战役也成为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覆灭的起点。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我们下期再见。